Hello，晚上好，阿凯。Hello，Hello，逍遥芋圆的分享。大家晚上好，晚安，玉人，开心。今天背景，因为我不在家，我不在家。谢谢阿凯的飞人，大家好，Hello，大家好，我是阿布玛利亚。我不会了，我不会他现在的。的自我介绍了，谢谢 Tomo 的荧光棒，Hello 一凯，晚上好大家，大家活动玩得好玩吗？嗯，对，我跟你讲，在你第一次来找我，就是我在 A 摊的那个时候，我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可是我在 B 摊的时候，我想起来了，但是。你没有来找我，我本来想说我要跟你讲的，但是你就没有来了，好玩吗？好玩哈，好开心。我觉得，哦，新衣哭了吗？真的，新衣，哦，你的证不见了。啊，心意很可惜，因为我想起来，然后我就在等你来。谢谢西西的刷新券，卡翘，好玩好玩。然后，还有没有排到我的？没关系，我现在想想，我在我 B 摊的时候好像。用的时间好像有点太久，表演有好位置，超扯，对不起，你全部的券又丢给我，我知道，玉人，谢谢。对，方瑞，我记得有人说他跟我说有看到你，可是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是谁，第一次看到我本人，谢谢，第一个就是我。害羞，不用害羞啦，因为我也害羞。A 摊是物超所值，为什么物超所值？是你把券都不见，可是我因为我有答应你呀、啊，我也有错 还记得你的样子吗？你下一次来我就会记得了。Hello，北京。阿杰的生日要跟你们，哎呦，公子，没又好啦，谢谢你。哎 他没跟阿杰玩到，没关系，他害的。哎，你有吧？你有，我记得你有跟我玩啊，可是我好像没有怎么讲话。哎，他比较有互动，真的有零八，有就好，有就好。你玩完第一场就去卡第一排，看我牌，谢谢玉人。你要求六个字，好什么字啊？什么的什么字？你第一次是 Aki 加林杰，第二次是林杰加林。好，谢谢阿凯。Hello 围城，Hello 你头猫安安，谢谢新之冠，还有人气泡泡，肉肉加猫猫。什么什么？谢谢七七的新之冠，Hello 阿志。我说阿胖，我喜欢你哦，是不是？Hello 黄鱼。哦，没有，我只有两题，我只有第一跟第二而已。对，你不知道其他他有谁？哦，不会谢，不谢我，不谢我，我也超没关系的。你有跟我互动到？我知道啊，修整，我知道你有来。可是因为那天第一次来的人很多，口误成这样，没事的，星星，晚上好，正好。
阿志有来一趟，我知道很多人都来找我，谢谢，谢谢你很棒 ，love you。好，阿潘，我喜欢你，是不是？你这怎么莫名其妙的生日礼物？林杰，林杰，你有没有认出卡俏？卡俏，我一直都知道他是谁啊。怎么了？怎么了，星星？卡俏，我一直都知道他是谁啊。你是在问黄鱼吧？不是黄鱼啊，你是在问害的吧？讲错了。林姐太美了，谢谢黄鱼，谢谢黄鱼在看好你哦。你要给他的回礼哦，真的 哦好啊。可是那是你的生日礼物哎。好，没事，嘻嘻，你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公子说有，微臣有没有来？嗯，我想说你们两个认识啊。我好小，什么我好小？雨林更小，雨林超小子的，有趣。我知道金佑，你有来找我啊？对，观众，我们那一摊的观众超少的，我们那一摊的观众就是，我忘记有谁了。可是我最前面的就是玉人跟阿凯。谢谢苍神的分享。星星，我喜欢你，听过了，好好好，那我说阿潘，我喜欢你，好不好？很卡吗？真的吗？你在后面看黄宇 ，Hello， 手滑哥，刘展峰，好，阿潘，我喜欢你。这是怎？哦，对对对，还有健健 ，Jack， 还有绿绿，对对绿绿绿，两恋睡不着啊，凯，你看到好多人，对啊，害的，我跟你讲，我其实，哦对，好，说到这件事情哈，我其实觉得说，我感觉我自己还有很多话，或是没有，就是没有跟你们讲到的感觉。没关系啊，没看到我开场没关系啦。对，然后什么没看到你什么手滑哥什么什么东西什么手滑哥，我卡吗？然后就是我一直说然后呢，就是我自己还觉得我有很多事情。不是很多事情，就是感觉还有很多话没有跟你们讲，就是没办法跟你们讲。晚安，安如，冲过开场没关系。阿杰是不良少女，我没有霸凌好不好？那是照片效果哦。可以跟林杰对到很多次眼，超赞的啊！玉人就在中间，我怎么不看你？而且你又一直就是回应我，日常口误。有看到你坐的牌子吗？你在第一排。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你，我有看到你坐的牌子。你说表演现场，我有看到你啊，小华哥。你在面对观众最右边啊，好想被我霸凌，什么东西啊？字，谢谢害得的飞人。对，然后我觉得，害得我问你哦，你觉得你那天来开心吗？其实我还蛮怕让你们觉得说，感觉我好像没有，怎么讲？就是你们觉得开心就好，不用看你看牌子。我比较像被霸凌的吗？真的吗？拿夏日的应援扇。那种很认真玩游戏的人不想输，所以开始没有看你，没关系，公子。背景好看，你说我今天背景吗？真的吗？出去换重叠没关系，围城。买了我的扇子，谢谢阿志。哦，谢谢佑英，谢谢你来找我。看卡特开心，卡死，真的假的？这边的网搜讯好像很差。本人很 nice， yeah nice。猜猜，网络不友善，真的，因为这边真的蛮……
艾米的眼睛眼神超凶的。然后还是很卡吗？现在还是很卡吗？我要换什么地方？我要去哪？晚安，塔瓦哥。像上次在地上就算了，不是那个原因好吗？能跟阿杰玩哦，害的感觉你的脸看起来很不干净，但是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我不在家，嘻嘻，我打牌就很可爱，我根本就不会打包，我还叫默默教我哎。虽然玩游戏有点紧张，不过看到你，谢谢谢谢佑音。刚刚生日这件事，礼拜我已经得到我不是心意，因为我就想说我礼拜六要跟你讲，但是在我想起来，我想要就是我期待你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来找我了，你懂吗？我很凶，我拿下来打什么档？我哪有啊？谢谢手滑哥的应援灯，我在舞台上看得到底下扇子，我看得到啊，可是。因为如果你们拿的是那个夏日祭典的扇子的话，很难看得清楚到底是谁的扇子。对，因为背景就那几种颜色而已，然后人远看那个扇子上的人，远看是真的看不出来是谁，只能靠那个底色是什么颜色来分，可是又没办法，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些人就是一样的嘛，所以我。如果是拿夏日祭典的扇子的话，是有点难分出来的，太像了。对，围城他妈妈不放心，他是一个小女生的。哦，对啊，公子，你有跟我讲，林杰那天发型超好，谢谢七月，那是某某帮我用的，官方扇子跑不是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林杰以为你拿两把林杰扇，遇人。是易云跟我的吧，没和我玩到小不过看到，谢谢，对我们玩的还蛮疯的，对，所以字字的会比较清楚一点。英杰本人，哇，谢谢害的，谢谢谢谢。然后还有什么？哦，然后你们，然后我觉得我很瞎哎，我幸运饼干还跳错，我超。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唱从全部重新来过，从最一开场的爱大哥大开始，超好笑的，而且超明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跳到那个地方，超级瞎，对我这样子，你有看到？Hello， 天中道理哦，你有看到？哦哟，超明显的。啊，只有其他人错啊！好会讲话啊，威尔森。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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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掐死，没有被掐死，就是我觉得很好笑哎。什么来啊来啊！我现在开始连跳七首，不用重跳，谢谢。哎，我不懂为什么我那支舞我跳了多久？我跳了几年了，我还会跳错？我到底在干嘛？我就是太放心我的身体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身体已经把那个动作全部记下来，结果我一放心，就跳错。然后楼主老师想掐死我吗？没有啦，人那么好，几年哦？四年了吧？四年吗？对啊，四年了吧？一下子就被阿杰认出来了，因为其实蛮明显的，你那个气场，害的。他想上舞台，开始自我发挥，这一跳出就开始乱跳，而且我还要当宣传，对我还对我就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支舞跳了几遍了，结果我还跳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我真的非常抱歉，对每一个老师、每个团员还有每个粉丝，我很跳错，超瞎的，老师很漂亮，老师超漂亮的啊，气场对啊，害的就是。因为是又是新粉丝，然后因为而且有照片啊，照片可以就是参考，所以其实蛮可以猜得到吧。
老师那天没穿裤子，有啊，他穿短裤啊。你在第一天跟粉丝一起跳，真正厉害的大师都是即兴演出的，没有排舞就是要跳一样的啊，结果我还跳错，讨厌。你没看到害的哦，我还问你，我以为你们会一起耶，因为是那个樱桃猫带他来的。除了前几排哦，我有看 PTT， 我有看你们的心得。阿姐本人很高也很漂亮，谢谢天中动力王。啊，你之后我没有去找 HK， 你之前出新哦新。舞台太矮很烦，为什么？啊，你不就在第一排的？其实你不太认识人，怎么可能啊？顿号星星，没关系啦，你没关系啦，你现在有广湖啊，对不对？全场最完整，最完整，看最完整，最完整，一人。想看害的加一，我跟你讲，你们真的要多跟害的混熟一点，最多做完整好的女人。晚上好，人好。连卡翘都是他自己找上的，卡翘哦，卡翘就呆呆的、啊。直接认出星星啊，真的、哦、害的，啊你怎么没有去找他们？场地很慢，可是舞台太小，太小哦。我觉得舞台不会太小啊，可能是有点矮吧，可是真的不会太小，我觉得吧。我才呆呆，哎、啊，你就呆呆的，不是吗？感觉找不到林杰，先找西西，这样对吗？我跟你讲，西西在哪里？害得被说这样不行哦，这样不行哦。啊，害得你是跟樱桃猫一起回去的吗？都在前面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就好，阿姿。然后我们，哦对，然后我们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我们的 Only Today 跟 Love 修行，我们在踩这两首歌的时候，我们是数拍子踩的。然后因为要给大家惊喜嘛，结果那时候我们是要踩 Only Today 的时候，我们要叫 Only， 因为 Only Today 是每一个人都要跳，是全部人，然后我们就要叫全部人上来嘛。结果思雅就突然拿麦克风说 Only Today， 这就破功了，超好笑的。而且我是之后才发现。对耶，我们没有放 Only Today 的歌跟 Love 休息，因为我们都是用数拍子彩排的。然后我是之后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啊不，爆料这件事，对，就是这样，这么一回事。对，所以 Love 休息大家有惊喜到对吧？外面的人都听到了，你叫西西结果好多人回头。其实大家都认识了 ，Love 修行应该有惊喜到对吧 ？Love 修行，我觉得我的那个位置虽然我不是 C， 可是我觉得有一种我是门面的感觉，就是最一开始的中间，有惊喜到，修行真的这样耶！虽然说还是有音乐不是他的错，跟阿潘好近哦，对，我 Only Today 有一部分是跟有一个小段是跟阿潘一起的，啊，你都不知道谁是谁，你太有名了，西西，谢谢害得的枫叶，谢谢你哥的提篮盆花，也终止看到我这个门面，还有嘉义王，什么嘉义王？你是说 Love 修行吗？跟潘，哦对，哦对哦，跟阿潘的话是 Love 修行跟 Only Today 都有啦。阿潘说他一直告白我，没关系啊，我已经被告白习惯了。你知道迷妹团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待在一起，只要有碰面，他们就会女生这样子，
不会烦啊，很可爱。看到你真容的人只有几个人，爱你就害羞啊。迷妹团真的哑巴，嚣张嚣张嚣张，不好意思啊。你是迷弟团吗？是。就是炫耀炫耀炫耀，然后还有哦，然后其实我的卷发，因为我之前拍那个绿草地升学的时候，我是请诗雅帮我卷的，那我觉得她卷的也蛮就是很好看，我也蛮喜欢的。然后可是我那一天某某先来了，我就在用我的刘海，我某某先来了，然后我就问他，因为我本来想要给诗雅，可是诗雅还没来。我就想说我要先就是问问看某某，然后他就说可是他说他不太会，然后他还是帮我用的很美了，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因为我完全不会用。对，我要看的时间到，诗雅觉得和某某觉得我选哪边都好都好，呵呵，不要这样子，很厉害耶。哦，然后啊，他说他会自己卷，可是他不太会帮别人卷，可是他明明就卷得那么厉害，很美呢。果然有天分就是不一样。谢谢库玛的浪 life 会员选票，又是这个看起来很瞎怕的东西。谢谢啊库玛，我不管星星，我不想选，这太伤感情了。谢谢卡俏分享 ，Hello 思源。看某某帮我卷的不错的朋友，就原谅他用球球。哎呦，不小心的嘛，原谅他，原谅他，不管怎样都要原谅他。左边是牙卷，右边某某卷，哦，好厉害哦，公子，这样会不一样的感觉吧？谢谢思源的分享。然后还有什么？要来道歉，抱歉，没关系，我被砸很多次，我那天被砸很多次。刘海给你卷了，我不要。我第一个游戏真的废得很棒，可以专心聊天。哎，那个游戏真的很简单。哎 ，CD 摊的是不是很难啊 ？CD 摊的似乎很难哎，就是听团员讲，还要看你们在 PTT 上面打的，好像有点难度，就是跟 AB 摊的来说。Hello 毛怪船长。谢卡俏的金曲歌手选票，还有田中茉莉王的玫瑰，很难对不对 ？CD 带很难，而且不能选成员哦，真的 哦，应该是因为很难，所以会花很多时间，所以不能选成员。我们这边是因为很简单，所以时间很多，所以可以选。不小心把球打到我脸，没关系，秀哲，用丢的比较难。你把第一胎秒杀吗？不愧是学霸啊，行。套圈圈和九宫格蛮难的，真岛奇月套圈圈跟九宫格、哦，感觉我都不会哎。A B 他真赞耶，海德，看直播看到你泡面都泡烂，你快去吃啊，小乙真是的。套到韩寒了，这样对吗？哭嘛，套到韩寒就要把韩带走。谢谢米酒的 I love you， 学霸跟套圈圈，按、啊、你自己，我不管。对害羞的人来说 ，A 太比较好。为什么？你有套到阿北桑，那快把阿北桑带走。莹莹觉得我们这组枪组不太适合玩男的，可能是哦，没有头脑。可以带走，带走，带走。CD 他你都只玩一次，应该是不是太难啦 ？A B 五次 ，A 他林杰讲错话，我讲错什么话？什么话？实际互动感觉，然后又很简单哦。对啊，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蛮简单的，然后可以就是很就是随便玩游戏，然后认真聊天的感觉，然后还可以大家都起场。要输很难，你知道吗？我们这边真的是输不了哎，没办法输哎，一直在 B 摊看林姐。对啊，你一直在右边嘛，对不对？撩捞球还不用看，可以看着成员边聊天边捞。对，他们在玩凌波，我还打麻球。对啊，就是太简单了，自己增加难度。你刚刚讲有关于潘潘的那句，你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我那句在讲什么？我忘了。什么啊？
还可以慢慢走，因为你知道一趟真的太那个游戏真的太简单，所以知道要平均一点难，就是你花费的时间，因为 CD 摊太难啦。哈，阿志只有一张卷，希望你一张卷也玩得很开心。至于呢，忘记很好，我到底讲什么啊，心意？是不是因为你先，我是刚问你你去哪里，然后你就说你去找阿潘，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谢谢仁豪的枫叶，感谢没人来解绑，所以都是我吗 ？Hello， 苏，我有看到你说你排没有，你有排，可是没有排到，然后没办法玩。就是后面的观众人呛我太快了 ，A 摊互动超高，对啊，求求教你也是给他几张，几个两三轮 ，CP 值超高。谢谢苏的枫叶，你早知道你就自己把难度增加好了，不是因为 A 摊真的太简单了。什么？求求教你也是给他几？哦，我刚看过了。真的很难 ，CD 探你都没跟玛利亚吉长大哦，不，似乎太难了，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叔，我都没有跟你讲到话，想说可以叫你可爱的叔了。去玩一天遇到 Aki 跟肉肉尬爆，啊你怎么不说林杰这样子？要不然就指我啊，你不要你害羞你就不要讲话，就这样，指我嘛。欸，他原本想跟我好好聊天，但我一直说潘潘好嘛，都不起嘛，心意。以后讲个够 ，B 单比较好玩。你说捞球吗 ？Hello CS 大，晚上好。A B 摊工作人员没在管，没在追。E A 刚好你每个都有点交情。是啊，玉兰是这样子啊。Hello， 小琪的空港，跟阿杰时没讲到什么，脑袋空白，太紧张了吧，金友。如果又要被说可爱，为什么说你就很可爱啊？那你要说什么？很美的书，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要说什么？谢谢四代 four。低碳也没在催，阿姨话超多讲不完。啥 ？A B 碳是大夫，后来还笑你为什么跟林杰配对的？因为他们人都很好，好吗？而且你也很可爱啊，跟你说嗨，哈，可是见到你就很想说你很可爱啊。哎，对，然后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跟韦哲认识啊？因为我这两天看你们好像一个团，一个感觉的，送了一张游戏券给粉丝朋友做善事，真欧气，很棒哦，公子。哦，对，然后有一个，等一下，哎，他还问你要不要刚才直接一起，有吗？啊，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卡车？有一个人，一个男生是。就是他不是粉丝，他是被他朋友拖来的。然后，但是我在 B 摊，他就来找我们玩，他就来我跟找我跟雨林玩。对，希望他可以关注我们。这我不知道他是谁，韦哲哦，好吧，叔，因为那时候我那个在那个流浪狗。那时候的活动的时候，你跟他站蛮近的，然后我以为你们很站的，就是蛮近，就是不是，因为你们站蛮近的，所以我以为你们认识。你有遇到那个人，真的哦，卡翘，这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什么很好的朋友？啊！哦，真朋友哦，你是说陪来？是啊，我懂了，忘了拿包包走人，
走回去那几站一次也不会赶旅程。你朋友也有陪你去见面会哦，很惊讶。希望大家的朋友都可以变粉丝啊！浪浪活动大家都挤成一团，大家都很近，好妹，好妹哭吗？对啊，不是粉丝还愿意真朋友，真朋友。你回去拿包包没有再偷一次？现在很后悔这种东西，后悔好吗？你对朋友开始吧，他都不理你，好，有点可怜的感觉。Hello， 艾瑞克，他有来，他也有来 A， 艾瑞克也有来 A 摊玩，可是，对啦，都就是没有互动啦。浪浪活动时你还不认识我，为什么你知道？哦，因为你去，你是我在哪里看到你的 IG 还是在直播上看到你，然后我就。因为你有放你的照片，所以就记得起来你长什么样子，就是比较特别嘛。你很可爱啊，我觉得嘛，好不好？那么漂亮的，我就记得嘛，然后就知道你叫苏了。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流浪狗活动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对你这个人这个长相有印象，所以我就事后就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还好那天有戴眼镜，不然就看不到舞台表演了。还好啊，害得。那你有看到我跳错吗？希望不要看到。被推朋友坑，推到快被退群组，不要这样淋巴，朋友是一辈子的。谢谢你让我跟你们四个一起玩老球，没关系，不用不用谢，不用谢，最后一个嘛。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没事的，没事的。因为你很呆，所以才记得你。就看起来呆呆的啊，然后又戴着渔夫帽。没有，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对你超级有印象，就是在动漫展，就是南港展览馆那个，去动漫展对吧？然后你就戴着渔夫帽，然后一脸臭臭的看着我，然后我想说这个人是怎样？我一直跟你嗨，然后你都不理我。然后之后我去当那个一日店长的时候，你才跟我就是聊了一下，所以我就比较记得你这个人，然后现在就是比较记，就是一直记着。人家是不是不习惯在舞台上跟粉丝对到眼？我没有啊，我现在有在训练自己要看着大家，哎，不觉得我这时候进步吗？好，我吧，我自己觉得我有进步哎，好吧，好吧，好吧。你眼睛一直看着，哈，不要看，我掉错了，害的。朋友现在半入坑，发他有关注是呀，那就好，那就好啊，那怎么不是领结？没看到我，不好遇人，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在看 Aki 是不是？啊？饭水偶像，我怎么了？嗯，我怎么了？尾鱼节，尾鱼节，感觉没对到吗？好吧，好想见到你时，我死命盯着。哎、欸，我跟你讲，我真的有每一个看哎、欸，我还有看到新一啊，在乐福休息的时候，我看新一，新一，啊，没有吗？谢谢哭嘛，说我舞台表现有进步耶。我可能只是不想对号，我就说我看到你，然后你没有对我笑吗？我以为你对我笑，原来你是在对阿潘笑，因为阿潘站在我右边。然后我自作多情，哇塞，眼里只容下爱的，真可爱。那时候觉得你不会是在哦，好吧，卡乔，但是我是在跟你打招呼啊。林佳智跟杨子玩捞球旁边的粉丝吗？跟杨子玩捞球的时候旁边的粉丝谁啊？我只有注意杨子，哎，旁边是谁？我没有那个注意，跳错没关系，没人知道。反正就是有人知道啊，樱桃帽子看着我吗？耶、yeah ！最好是你，哎、欸，我真的有看你新的 Love 休息，然后我看你，哇、哦，靠，搞什么东西？应该有人，有三只粉丝有对到眼，哎、欸，
欸，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哈，真的是哈，哈，真的是哈，林佳本人好漂亮，到时候耶，谢谢艾瑞克。前两场舞台表演站台员看不到，没关系啦，叔，我看到你就好。没有啦，没有啦，谢谢艾瑞克的荧光棒。你要换不同的帽子，为什么？卡翘，没事，那是你朋友来的，我没。为什么？那为什么没有介绍的信息 ？Love 休闲臭鱼人，暑假我所谓未希望。看来新疆真的新，我还以为，而且我还以为我有 get 到你在看我，知道吗？从那一刻起开始对你的 love 休闲，对我是对你的 love 休闲。然后我明就看你，我以为我有 get 到你在看我，结果你在看阿潘，没有啦，没有啦，郑孝生，没事的，没事的。你要帮星星说话，他有特别指名。好，姑妈 ，OK 的 ，OK 的。对我自作多情，天哪！谢谢七七的手套。不是，哎，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会一直很想要找我熟悉的脸孔，可是人好多、哦，就是台下，就是一头眼睛，然后扇子，荧光棒，真的很难。偶像三大作绝，突然又记得这么清楚，连哪一句都知道，真的，因为我自己的，你知道，我自己跳舞练习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就是。反正我就是记得我有看到你，然后你还有对我笑，反正我以为你在对我笑。好啦，没事啊。我也帮我，哎，我没照看，我没有一直看，但是我有看啊。还要再更多修行吗？阿杰的散成漂亮，谢谢害的。你给朋友看了我的，我23，他怎么会差我23岁？我才18岁，好伤心哦！我18岁啊，姐姐，奇怪，这些不是应该粉丝团，结果反过来，对啊，哇，是我变粉丝了是不是？之前是有超18，没关系，我反正我已经习惯了。你一直在对我笑，应该是你没 get 到。OK， 行。谢谢郑红说我可爱。你买了两只扇子，赞赞，卡翘赞。自作多情，看来林姐打击很大。哎、欸，很可怜啊，一个粉丝不，一个偶像自作多情，你知道这多好笑吗？你不知道，但是你朋友有说很漂亮。谢谢，我是漂亮的23岁大姐姐。谢谢苏，谢谢苏的朋友。跟我差20，什么差20？什么差20？人家现场超瘦超漂亮的，对啦，蛮瘦的啦。你没介绍你朋友去怪雨林，叫他个啊，谁要他？对，谁要他乱亲？真是的，乱来。对，很瘦，漂亮小妹妹啊。然后。然后我们在后台拍的那个坏学生特辑，不是很棒吗？而且那时候是我跟阿北桑在聊天，然后我们就啊，那时候我们拍完那个，我那时候我们拍完我们三姐妹的影片之后，他就在跟我聊天，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我跟阿北桑，然后有帅到哦，真的哈，超赞哈，真的哈，哭嘛。然后我们两个跟某某还有易云，感觉就是很像坏学生。然后我们就拍那个照片，可是一开始只有我们四个一起拍，然后之后周周也加入了，然后到最后结果等于也一起了。对，我们是阿布玛利亚，对。对，到最后结果到最后就演变成我们霸凌了零一，就出现了这种照片。才不是因为林，就不是因为我们这样拍照，所以他才哭两天，好不好？
人家多感动，你们不要这样，林一不害怕。易云这个真的，易云那个眼睛真的是吼，就是这样，这种感觉，熊抱真的熊抱哎。然后我跟阿北昌就是长腿坏学生。林一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的。林一很开心的啦，放开林一，不是这样啊，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没事的好吗？哎，你真的打手。浑然天成的台妹，好的，都挑那些，哪有啊，星星，没有好吗？没有一开口就破功，我和玛利亚就大姐头，姐头，玛利亚是大姐，对，她是老大。你只是想被阿木踹 ，OK。Hello， 杨杰一，背景怎么变了？因为我不在家。我们开口就是白卡，哪有？我是白正担当，对我打架就躲后面那个。哎，杨杰，借阿华的枫叶。晚安，阿布加尔妹。晚安，晚安，卡丘。对，我是派。你们长大会不会跟我一样？不会，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那天有讲到这件事情，我们那天有讲到雨林，就是小时候，雨林现在跟我小时候的照片。那我问他说，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不像啊。然后他就说，我也觉得不像啊。然后我们就想说，为什么粉丝会觉得像呢？可是我们都觉得不像，我们真的觉得不像。可是你们都觉得像，我们知道顺理成章变这样了。连接都胡乱，自己腿很粗，可是我腿真的很粗，而且我不喜欢我自己的腿的脚型这样。我跟雨林是不是进化成不同路线？不是吧，我们本来就是不同路线啊，我们是不同感觉的。对啊，超像，哪有啦？喜欢萌妹子的睡仙 ，Hello， 负责叫嚣站在后面叫人家冲的，你就我吗？但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疑问，就是我们自己不觉得像，可是粉丝都觉得像啊，这是我们共同的疑问。Hello， 广湖，腿蛮漂亮的，蛮长的，谢谢谢谢田中豆粒王，不觉得像，反正就是我哦，我，而且就是我跟阿北傻还有那个拿之米都不觉得像，可是粉丝就觉得像。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跟阿北上次真的很像，而且因为他有说嘛，他说他今天他上次的那个戏，他那天的那个发型就是斜刘海，然后我以前的发型也是斜刘海，然后我学生证的那个照片就是那种斜刘海，然后完全就是一模一样。阿姐真的超级瘦，泡泡瘦可以什么？是在哪里？不是饭店啊，外面超吵的。刚出来有80%香，现在只能8.7%。Hello， 高桥城，怎么会有耳机上？没有感觉是学生，感觉是就是男学生跟女学生，不知道出来玩吗？求学生证照片吗？我不要。你怎么还在饭店？没有，因为我这几天学校有事。学生。一定是学生，又听到骂脏话。第一张广播不是啦，杨杰。什么成大招募特工啥？我们哦关门呢、啊？麦当当欢乐送什么东西啦？阿布在阿怎么林杰在阿布那照片里面没有真生气？当然没有啊，我干嘛生气啊？谢谢星什么？讲什么？长得像楼梯上的学生。谁？听到三声，对啊，就脏话。明天出去凶波，我才不要嘞，不干我的事。等等下播，没有、啊、他们出去，他们回去。那张超杀，哪张？反正我这里也有照片，我也想要发，我觉得很棒哎、欸，拍的很棒。
没有武器好吗，阿库玛？你的这种瘦岂不是显得胖子三人组很胖吗？你说哪三个胖子？长得像弟弟的都快变老弟上了，什么东西？哦，阿凯是不是？哦，我有看到，哦，对对，你有在 PTT 上面讲，发起来，发起来，快发学生证照片，你就看阿北翔那样就差不多啦，真的很像，真的超像的。某某一云肉肉一云说的，哦，他们三个，他们三个是真的肉肉的啦。超杂志风，我也觉得。忘记拍照的时候垫脚，经常被林姐压制。哦，西西，我对说到拍照，我还蛮想要跟你有点互动的，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觉得很有点可惜耶，讨厌。哦，谢谢阿华心之馆，谢谢阿姨。加入特工第一点要有钱买特工服哦，我这哦，我想到我想到，我成大是这里，高桥成是这里，第一名是某某，是这样吗？是需要原地爆炸吗？是要有什么互动？就比如说比个爱心，比个爱心，或是一起比个动作，或是比个小爱心之类的。不是吧，不能偷亲西西吧？现任胖子 center 是 Momo， 是这样吗？他有那么胖吗？两秒的心之快。你要抱怨西西糟蹋你们农给他什么壮行企划什么嘞？杨杰对视哦，也可以耶，管湖西西全身强硬怎么爱心爆炸爆炸。我跟你拍照的时候我也没动作，西西跟我拍照什么时候你跟我拍照？西西要拿扇子遮脸，没有手跟我比爱心。Oh no， 好可惜哟、哦！你有偶包不能比爱心，为什么？那天人真的超多，感受到强烈的人类事件。不用紧张，害的，期待你下次继续突破自我，再来找我哦。太阳，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想加入可以私我。哇哦，肉丝远团。Hello， 围城。要是林杰就把西西扇子拔走，这个抢走，抢走，想要吗？跟我合照。你还是准备蜜蜂装好了。穿起来，穿起来，蜜蜂装穿起来。谢谢 CS 的掌声鼓励。结果阿杰比较爱心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超好笑。今天才被丽丽虐待，怎么了？谁想做一些林杰专属特工服？好，找我找我，害的。如果合照就能拿回扇子，也不错吧？对呀、啊，对吧？七七的手套，这种交易很棒的。谢谢樱桃妈的 love you。什么？什么东西？谢谢阿华的枫叶。等等，什么？我把跟你拍的照传下来，看有没有唤醒。好啊，唤醒我记忆吧。扇子会被我动画这个。What？下雨好的 love you， 你那时候跳出去跑进礼仪台，然后回来后你就说，看来丽丽没发现你偷跑出去，然后你就被丽丽虐待了吗？为什么叫她丽丽？丽丽，唯一条件超亮黄色，林姐的又超显眼。要没有没有超显眼，要显眼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小野的枫叶。
那种新院团长不是应该是紫色？我也不知道哎、欸，你可以又黄又紫啊，这什么配色？又黄又紫。我们是黄，没有都可以啦，都可以啦，我不会怎样。有粉色就很好啊，还挑啊，真是的。然后莉莉就说围墙不可以，你要什么？然后莉莉就说把你绑在椅子上，不是这样吧？这什么 SM 剧情啊？芋头牛奶，又黄又紫是芋头牛奶啊？又黄又紫啊？哪有蜜蜂？可是我喜欢是紫色，其实也没关系啊。如果是蜜蜂的话，那就黄黑黄黑啊。我记仇，我哪有记仇？黄跟紫是对比色。好啊，来找我吧，小哲。对嘛，围城，对嘛，什么 SM 的剧情？紫色的蜜蜂中毒。对啊，哎、欸，我之前谁啊？也是管吴的限制嘛，还是是跟我讲，反正就紫色的蜜蜂就中毒，还是是以前的直播。记得我刚下跟你的互动就是对，谁刚拍完照看你都是光影。啊、因为拍拍立得，黄色不错，黄袍加身哦，黄袍加身，天哪！红色衣服字体紫色，不会哦，哇，被呛了，我被高高层呛了，天啊，我要跟周周告状。晚上好啊，毕业生志宏，雨晴的项链。我穿特工服加半瓶山头吗？不要吧，心意。问一下小白有没有蜜蜂啥？黄袍加身，女灵姐女王，什么东西？谢阿凯的 love you。对，我当天也察觉到林姐好瘦，是蛮瘦的，但是我也觉得我也没有很瘦。紫色兔子啊，对，我记得，紫色兔子，对，我想起来了，充满仙气的林姐女王，什么阿华女王踩我啊，这臭 N。你的黄色衣服都是荧光黄足球衣，踢足球啊，学霸踢起来，追随女王风，我的腰快断了，没有啦，看不到。那一定要唱你那个哦，好啦，哎呦，高晨晨，不要那么认真嘛，真是的。看起来还是健康的瘦，是吧？啊，我。对，我那几天不是跟雨林一起住嘛，然后我们就买了宵夜吃，就是饼干啊、巧克力那一种，没有到很油啦，但其实也是不蛮肥的。然后我们就买来吃，结果礼拜日量体重的时候，他胖了，我没有胖，我还变瘦。我就好瞎哦，然后我就在想说，就是我们那几个在聊天，就是某某易云，然后雨林跟我，就是那几个，还有周周吧，忘记了。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我肠胃有问题，你知道吗？吸收不好，或是哪里出状况？为什么我变轻了呢？今天是不是量体重？对啊，前几天量体重，背叛者，哎，我吃的比他还多哎，那莫名其妙，超级莫名其妙的。没有，我吃的比他多，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变瘦了。养肥计划没有好吗？新陈代谢好吗？真的吗？什么养猪十年计划？方一林 QQ。不要，没有，有时候真的会这样，真的吗？你也是吗，伟成？但是变瘦了一整个千变，真的没。这不是我的问题。哦，今天雨林又说他胖了零千倍。谢谢卡木伊的荧光棒，
希望大家615都觉得很开心，然后看到我很开心，如果你有来找我的话。然后呢，什么很明显肉的腿比林姐有看头，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你扫地的时候看到都哭了，看我跟七七互动，好想见我哦，不能没，真是可惜。谢谢阿凯的蓝色应援棒，那腿比你好看，对，我也觉得他的腿很好看欸。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我比较少穿短裤，如果去练习的话，他比较常穿短裤，然后我就觉得说他的腿好，就是很就是很好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觉得真的比我好看，虽然我的比较长，但是他的真的比较好看，如果你懂我为什么，就不论长度的话。但他腿是真的很好看的。睡过头没陪到阿姐 ？Oh no， 小姨睡过头。肉肉的腿看起来很好吃，啥？比例吗？对，比例就如果论腿的话，肉肉的腿真的好看。怎么样？我就是硬要我的比较长。那他腿是真的好看。我今天播到10点哦，阿姐有收到信吗？这几天去公司就会看到了。谢谢浓眉的分享，然后我下一次播是礼拜四，对，礼拜四晚上9点。而且照片你的眼神是笑里藏刀那种，有吗？你是说我们的坏学生的照片吗？谢谢星星的掌声鼓励。Hello， 任平君，下周会记性好啊，浓眉。网络上说什么？第一名是称赞女生的笑容，你觉得你蛮有天分的啊？什么称赞女生的笑容？看起来，谢谢阿华的荧光棒，还有库玛的 kiss 啾啾。哦，没关系，卡丘，不急。谢谢阿华的 kiss 啾啾。看到林杰的笑容笑，哇哦，你好会哦，一点都没有开心的感觉呢。哎，然后那个是雅恩对吧？雅恩当 MC 的时候，他是不是他？我忘记他还是阿潘了。面面是不是有学那个佳颖？那小弟真的好棒，看到林杰唱的那么开心，谢谢，开心。这个背景有加分，真的吗？阿凡学的，阿凡学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对，哇哦，大家都做得很好呢，这样子。马路虚假当然发函，欸，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在拍照 ，OK？ 那是他的那个啊，那个 catchphrase 对吧？就是佳颖的，
战队兵有看到真棒，耶、yeah ！好啦，我来念排名啦。无聊啊，杨姐。林一变成老鼠了，不是这样好吗？我们只是就是他刚好在旁边看，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好像就是很可爱的转学生，然后我们想要欺负他，就是这种照片的感觉。我们城市的演坏女人，我不要演坏女人，我不要。某迷妹公然揩油吗？那是揩吗？谢谢心意的 kiss 啾啾。好啦，我要念排名啦！我要来念排名喽。什么？什么？我还没进去啊！什么东西？有这种设定的？原来有这种设定，你也这样觉得？韩寒说他有抱到阿杰，他好像蛮常抱我的。韩寒好像蛮常抱我的。林姐真是怀疑。谢谢西西的荧光棒。对，转学生的设定，今天心情好差。Andy 怎么了？我第一张超杀的吗？六六六，不是这样子吧？还有汤汤，还很可爱耶。阿杰到底有没有看到你？我不知道。今天生日被大家抬去撞柱子，哇！我今天是一个来给生日礼物的环节。要转一半上吗？玉人，Andy 生日啊！今天 Andy 生日啊！好违和感。任炳君就杨子旁边那个，可是不是啊？杨子，我在跟杨子讲话的时候，我没有注意杨子旁边，我知道阿路吧。Andy 今天生日欸，那我们祝 Andy 生日快乐吧！生日快乐，希望你在这一年都非常的顺利，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好运旺旺来。对啊，排这首，可是我没有注意，对。龙马精神。呀呀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希望 Andy 看到我啊，我看到好不好推偷笑吗？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不会吧？感觉就很痛啊！我在拜年，不是 Andy 生日快乐嘛？希望 Andy 可以不要我的恭贺词啊，那几句啊，我就不会。希望 Andy 开心，不要不开心嘛！生日怎么可以不开心呢？Andy， 你要生日礼物吗？今天的生日祝福很新年 ，I'm sorry。祝你福寿与天齐，祝你生辰快乐。Andy 生日快乐！可是 Andy 还在吗 ？Andy 还在吗？我必须要他在我才要送生日礼物啊 ！Andy，Andy，Where is Andy？Andy，Andy， 还好吗？Andy，Hello，Andy，Andy， OK。
Andy, oh no, oh no, 好伤心哦，oh no， 我要念排名喽，QQ 哎，我觉得好 QQ 哦，我要念排名了。OK， 啊，第一名是你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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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哥那么少讲话嘞？你哥都不跟我讲话哎、欸，谢谢你哥，谢谢你哥乌龟。第二名是金佑，谢谢金佑，谢谢金佑。第三名是小花哥，谢谢小花哥，谢谢小花哥。第四名是阿华华华田，谢谢哦，不是，另外是另外一个人，谢谢阿华华。第五名是卡俏，谢谢兄弟，谢谢风暴好伙伴。第六名是谢谢，合作开心吗？第七名是艾瑞克，谢谢艾瑞克，谢谢大家连来看我，谢谢艾瑞克。第八名是书，可爱的书，谢书谢书。第九名是库玛告白熊，谢谢四六库玛告白熊。第十名是八二，谢谢八二。啊，所以 Andy 真的不在哦，讨厌哎，好可惜哦。谢阿杰，不谢书，谢你谢你。尴尬特辑 ，Oh no！ Hello Andy， 生日快乐！结果我们一直讲生日快乐，然后他不在了 ，Oh no！ 到底谁是 Andy 呢？刘德华来路过是不是？你哥讲话，为什么？四六读音，大家都想当 Andy。哦，对啊，七七的手都好讨厌呢。林杰那天活动很棒，继续加油，谢谢。对啊，太可惜了，真的米酒啊，米酒有没有来？米酒你这次有没有来？那不休息好赞，谢谢刮胡，我也觉得很棒，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啊，好吧，米酒，带你女儿来了，你不要在那边 ，Andy 没有那么多人的好吗？不要在那边每个人都在当 Andy 的，想过我不要生日啊，偷拿人家生日礼物，有好机会，也是米酒，也是也是，忍者跑，忍者姐。米酒啊，没生小孩，所以我说带你女儿来啊，没有啦，好啦，我要下播咯。什么什么？等一下，什么？好好好，北极星奶奶，广湖奶奶。酷马奶奶，小野奶奶，带给我看，带给我看米酒，带给我看，我想看，我想看。谢谢苏苏奶奶，巴奶奶。新一奶奶，卡丘奶奶，奇月奶奶，秀子奶奶，公子奶奶，海德奶奶，爱你爱你，浓眉奶奶，米粉奶奶，阿凯奶奶。七七的手到人家也在背歌词吗？公子奶奶、阿如奶奶、尼哥，尼哥不讲话、啊，尼哥，尼哥奶奶、日奶奶、田中茉莉王奶奶、樱桃猫奶奶、星星奶奶、西西奶奶、七七的手套奶奶、田中豆莉王奶奶、宇豪奶奶、金佑奶奶、西卡俏奶奶、奶奶奶奶，
正红奶奶，嘎嘎奶奶，怎样？怎样？玉人制作到情人节是怎样？现在人，玉人奶奶，一下我们好有点多。卡木林奶奶，俊英奶奶，你好，你好。正杰奶奶什么啦？好啦，大家快睡觉啦。明天拼一个小孩给林杰抱，你久吗？奶奶，大家晚安。早点休息。不是为了家人，是为了偶像吃小孩。哦，阿凯要拼吗？阿凯，哇哦，大家为了偶像拼吗？哇哦，姑婆婆吗？我要被叫姑婆婆吗？是吗？真惨报国。晚安，怀怀。大家晚安啦，赶快睡啊，早点睡觉。好奇怪哦，西西，好像台湾臭气声。林俊的林姑婆婆，最快后年啊！好的好的，超怪的，超怪的啦！好啦，奶奶，早点睡，大家早点睡，早点睡啊！我只存在，好奇怪哦。我像团体出精神有点是怎样，太奇怪的新闻了吧，奶奶。